松一点，马步稳点。好嘞。不冷的。夫人好。现今越贼猖狂。洪秀全在南方搞了一个什么太平天国，近日京城混入不少的探子，王爷说了，沙教头好好督促两位贝勒练武功，不许他们出外玩耍。冬梅给沙教头倒茶，顺带留下来照顾两位小贝勒。这沙教头，请问茶。冬梅，在下有事在身，先行告退，劳烦你照顾两位小贝勒。转角眉眼，免得他们伤了身子。洪天王早料到董公功夫高强，很难藏得住，干脆把沙教头收为徒，以便日后行事方便。那鄙人先行告退。
不到王府里面有如此高人，不如我们接触一下。在下只略懂皮毛。哼！果然有两下子，如果你能接我三招，我拜你为师。但是今天你输了，就马上给我滚出王府。那就成样了。这是第一招，这是第二招，好，三招已过，成样。